大家好，我是天师，感谢你点影片进来。那这一次呢，我想要介绍，在第一次封测的主意八个角色。今天是6月8号，明天是封测最后一天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会把八个角色的我所目前了解的心得，去跟大家做分享。那目前的话，封测的时候，大家第一个拿到角色灵琴，也就是 Ringo，就是苹果的意思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就直接用实战来方便来去做介绍好了。那目前这是我的灵琴的相关的那个成长的目前的部分，技能都是 LV3，然后强化倒是没有去做强化。那我们就绝命指令跟大乱斗各一场吧。那灵琴的话呢，它是一个那个技能速度相当快，它没有很多的前摇，就是。他的发招相当的快，你技能按下去，差不多就马上出来了。然后他技能也是相当的痛的。那基本上的话，他就算是一个打 poke 的近战角，你冲过去给人家一套，你基本上就可以先撤退了。那等到你的大招去，像是这样子，你看人对方至少半血，可是你这种时候去跟人家拼普攻的话，其实没有太大的效益的。啊，基本上它的负面效，它带来那个 debuff，就是额外的负面效果呢，是有烟雾的效果啊，像是这样子，气味散弹会有烟雾，掌中火花有烟雾。那目前感觉这个烟雾效果是没什么太大的用处，没什么卵用啊。好比说我冲过去给人家 poke 一下，为什么是他收头？给点人权啊！然后，如每一只角色基本上都会有一定时间的无敌。等一下，要去。哎呀，一开始好像早上醒来头脑不太清晰啊，打得好乱。你们可以看到他三招的发招速度相当的快，基本上是很难去闪躲的。那有时候，每只角色刚刚提到，每只角色奥义都有无敌。那你有无敌的话，就可以减少一点伤害，就是可以免疫掉一些伤害。刚刚可以看到，我刚刚有丢出技能，但是对方是零伤害。好痛！为什么他会那么痛？因为是最基础的角色，所以官方没有让他太强吧。只是我觉得林奇已经算是很不错的角色了，比起那个什么彻，都这样子好吗？你看他刚刚这样锤我，我是零伤害。大招是可以用无敌，甚至拿来自保用。林奇的技能相当难闪，可是你也要有一个良好的那个出招速度比较好。你看，我空招了。我灵前的排位很低，所以对面敌人现在这种时间多半也是 AI 吧？对，目前感觉多半都是 AI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打一场大乱斗吧。灵前打大乱斗的话，其实他整体而言，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求生技能，就他没有任何的求生技能，除了奥义可以无敌之外，算是一个非常基本的角色。那我们用一场大乱斗试试看能不能打到第一名吧。好，我们开始了。那先去吃冰凉丸，可以增加你的额外血量。然后你可以跑走，或者想对方一套，然后赶快跑走。因为接下来你拼普攻的话，也不一定可以拼得赢别人。应该是说大家普攻都差不多，看看角色。我还没有特别去研究数据。啊，空了。它的奥义范围是5×5。
这种时候你先去搞掉难搞的角色比较好，因为林奇没什么，就是没有什么生存技能。你到残局的时候，你也只能用 poke 去把对方 poke 死。靠，不是吧？是用大招打我，打那个打我。探一下草，哎呀。怎么办？他一大堆，这一吹一大堆 CC 啊！基本上，如果说你去打一吹的时候，就是不要跟他站直线，那直线的技能都会有很多，有很多强控。好，我们连勤结束了。那基本上，我感觉他就是一个发招很快的 poke 角色。那其实他的打法，我是在本专有人分享。官方的忍豆开发异化粉专里面有人分享，我才觉得还蛮好用的，就是。好，那这是林琴，我们下一只角色见。下一只角色的话会是燕哦。我是天师，这里是天师该 BGU， 谢谢各位，拜拜。